OK， 咁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Tom Lee 嘅广东话教室。咁呢一堂应该系第四课。咁但系点解话第四课我就写咗 System 零三咧？咁即系正统嘅广东话教学嘅第三课咧。咁你见到呢个系 B 嘅。咁因为呢一课咧就唔同大家讲咩声母韵母啦。咁呢一课咧最主要咧就同大家讲嘅系咩咧？同大家讲嘅就系个懒音改正嘅。OK， 咁懒音改正咧就系我哋。有時香港好多人咧，因為我哋受英國人統治咗咁耐啦，咁香港好多人咧，好多時嘅廣東話嘅音啊，有啲係變咗音嘅。咁但係變咗音唔緊要，變咗音嗰啲可能係朝代變變音啦，係咪？咁但係有啲正統嘅嘢咧，我哋唔可以變嘅。咁例如個音咧，我哋係少咗個聲母 ，OK， 即係話。在個音調裏面我們突然少了個聲母，這個很明顯是懶音，即是我們不去拼這個音出來、okay， 令到個字呢讀個聽起上來很怪很硬耳的、但是我們聽得多可能我們自己都不覺的，因為我們爸爸媽媽都已經是講了這個懶音，我們自己都不覺，所以呢我就希望呢是透過這個教學讓大家認識到呢是可以更正翻，咁令到我哋啦，或者我哋嘅下一代啦，个广东话都正统翻少少。OK， 咁得啦。OK， 咁我就未开始之前，咁我叫 Tom Lee 啦。咁呢个我个 email address 同埋我个 website， 咁就个Facebook 嘅专页咧就系呢一个啦 ，Learn with Tom Lee。OK， 咁今日咧就系夜晚黑嚟嘅咧。咁因为晏昼嘅时候我都录过一个嘅广东话嘅教室啦。OK， 咁但系。而家啦，我就希望录多个，就净系专讲懒音嘅啫，做一个 exercise， 同大家做少少嘅 exercise 嘅啫。OK， 咁亦都系2016年嘅9月29号，咁一个星期四嘅晚上。OK， 咁我就准备咗一个 sample 俾大家嘅。OK， 咁我准备咗咧，一共有18个字啦，就系我哋香港人啦，好多时唔记得声母嘅其中一18个字噶啦。OK， 咁当然呢个只系其中18个字噶。咁我哋讲嘅声母系乜嘢咧？讲嘅声母就系 ng， 系一个鼻音嚟嘅。咁你见到啦 ，n 啦，嗱，逢系 n 嘅发音咧就系鼻音嘅，鼻音嘅。OK，g 咧就系喉咙音嘅，喉咙音嘅。咁所以如果 ng 嘅声母咧就有喉咙音同埋鼻音嘅。OK， 咁所以听起上嚟啦就。好沉嘅，好似老牛咁去讲嘢咁样嘅。咁但系呢个系我哋广东话其中一部分嘅。咁呢个音如果冇咗咧，嗰、那个字系更加难听噶。OK， 如果你净系得个韵母而冇咗个声母，就好似个英文字得个韵母冇咗个声母。我举一个例 ，OK， 我举一个简单嘅例啦。我攞呢个同大家举一个简单嘅例。咁、okay， 如果大家系读一个英文字，譬如 get，OK，、okay， 咁你会读。G-E-T 係咪？咁如果有一個英國人佢有懶音，佢就冇咗個 G， 即係明明係呢個字，但係佢又冇咗個 G-E-T， 佢讀咗隻 E-T at at， 就冇咗個 g at get 係咪？咁佢我話I get a dog， 咁啊I get a dog， 但係佢讀咗 I get a dog， 咁你會聽到咧好怪好奇怪嘅。OK， 咁可能你話佢係個口音，佢口音就係錯咯。OK， 咁所以咧同樣道理，我哋翻翻嚟我哋香港人好多時就係冇咗呢個聲母，亦即係冇咗個子音噶。OK， 咁我哋睇睇以下呢一個，嗱呢一個咧就真正要讀咧就係牙，唔係牙啊。OK， 呢個係啊。OK，AA 就係啊啦，牙啊就啊。OK， 牙啊啊啊牙牙牙啦。Okay， 第四音是牙，但是如果你不读这个呢就变成是牙了、okay？ 就是啊，是吧？这个是啊，啊啊啊啊了、okay？ 所以你看到很多香港人说啊，我牙痛，那是错的，记住是牙痛、okay？ 记住啊之前一定要将个鼻哥将个喉咙挠出来、okay？ 好像人家老牛的声牙痛，那是对的、okay？ 就不要读牙痛，牙痛是错的。OK， 咁呢个牙痛先系啱啦。OK， 第二个就是优雅啦。OK， 优雅 ，OK， 气质优雅就冇读气质优雅啦。OK， 嗱呢个系牙系咪？啊啊啊啊啊。OK， 咁如果你冇咗个 ng 咧，就系牙啦。OK， 即系牙，你好有牙气啊，咁系唔啱吓，系牙气牙。嘅优雅唔系优雅 ，OK？ 银行
你咁我哋啊去銀行辦呢啲手續喎、哦，咁係去銀行，就唔係去銀行啊。OK， 咁你見到呢、這個銀嚇喺銀銀銀銀銀銀行，咁咧就你又冇咗個嚇嗰、那個銀嗰個字係咪？銀係咪？銀銀銀銀啊！我去銀行做啲嘢啦。咁呢個好明顯啦，就係冇咗個 NG 銀行。OK， 銀行。呢、这个天涯何处无芳草系咪？天涯 ，OK 就唔系天涯啦 ，OK 咁你冇咗个 NG 就系天涯，咁就系错，应该系天涯。咁咧读个涯之前咧，你个 NG 脑咗先，涯天涯何处无芳草啦 ？OK 啊，大家有冇听过鸦片战争 ？OK 嗱，好多人就读鸦片战争啊，咁系错吓。不是烏鴉，是烏鴉 OK， 烏鴉 NG， 記住 NG 烏鴉。那這個很多時 NG 就是我們香港人沒有了的聲母的最主要的其中一個例子。 OK， 危險香港人就會讀危險 OK， 這就是錯，是危險 OK。 那這個就是六個的沒有 NG 聲母，我們不記得了 NG 聲母的六個例子。對，我們繼續看了OK， 跟住外國啦 ，OK 啊 ，OK， 咁我 OK， 我終於都可以去外國 ，OK， 咁有啲人就話嚇去外國做嘢咯，咁呢個外係咪？外外外外外外，咁佢讀咗外國，外國好明顯就係唔見咗個聲母，即係淨係得個韻母，即係好似英文淨係得 A E I O U， 咁係冇意思噶，係咪？咁你外國咩叫外國咧？咁人哋聽唔明啊！記住外國 ，OK 個鼻哥露出嚟，喺個鼻哥發音，喉嚨發音外國 ，OK 慷慨激昂，慷慨激昂，昂貴，慷慨激昂，唔係激昂嚇，昂就錯啦嚇，千祈記得 NG 聲母 ，OK 眼睛眼鏡就唔係眼睛眼鏡 ，OK 咁你記住呢個係啱。AAN 就是韻母眼眼眼眼眼眼眼，那你要讀眼鏡那就錯，記住有個 NG Sorry， 咁應該係第五音字啱 ，OK， 眼應該係第五音 ，OK， 咁啊眼睛係咪就千祈唔好讀眼睛啦 ，OK， 我好肚餓 ，OK， 啊我今朝冇食過嘢，所以我好肚餓 ，OK， 餓就唔係肚餓啦，餓咁咧呢個係 O，OK， 英文字母 O 係個喺個粵拼裏邊咧係拼 O 嘅 ，O 餓餓餓餓餓。餓餓餓嘅第六音，即係餓好肚餓。OK， 嗱、这個就係我啦。OK， 嗱我咧就好多時我哋都會講噶嚇啊，我去街啊，我約咗你去邊度咁啊，我啦。OK， 咁但係咧，我聽到十個有九個香港人都係講緊我去街。咁記住，唔係我，我係冇呢個字嘅，冇我嘅。OK， 一定係我。OK。淨係韻母係唔成字嘅，淨係韻母只係個音嘅啫。咁所以記住韻母要加埋個聲母，個聲母就係 ng。OK， 咁呢個係第五音。OK， 第五音應該係陽上音。OK， 陽上音係上聲嚟㗎。OK， 啊鵝鵝鵝鵝鵝鵝。OK， 鵝都係啦。OK， 鵝飛係咪精忠報國？鵝飛就唔係鵝飛啦。OK， 記住有個 ng。是岳飞不是岳飞、啊、那这个是岳是岳 OK 岳岳岳 OK 那岳岳岳呢就变成岳飞就是错的是岳岳岳那是岳飞有个 NG 岳飞那这个是第九音来的入声来的 OK 这个是阳入声来的 OK 阳入声就是个声调奉是 K 结尾那个声调都是突然间跌了下来的就是在很高处跌了下来好像个山崖那样那所以我们叫做入声就是个声突然间入了去没了 OK 那我们叫做岳飞 OK 岳飞转不是岳飞转啊记得不要读岳是岳先岳飞 OK 记得这个很重的鼻音很重的喉咙音 OK
牛 ，OK， 牛亦都好多人读错噶，牛咁眼 ，OK， 咁大只水牛，牛就唔系水牛 ，OK， 唔系牛啊，咁呢个系牛 ，OK， 净系韵母嘅就系牛，牛牛牛牛牛牛，系咪 ？OK， 咁呢个系牛牛牛牛牛牛 ，OK， 咁呢个系牛，应该系四，我又就搞错咗 ，OK， 牛牛牛牛牛牛 ，OK， 咁呢个系。牛 ，OK， 第四音咁有 ng 嘅话就系牛，唔系牛 ，OK， 咁呢个系勾 ，OK， 非法勾当系咪？我哋你同佢你啊，你同佢有咩勾当咧？咁呢个系勾勾，唔系勾 ，OK， 唔系勾 ，OK， 同样欧洲 ，OK， 你有钱你可以去欧洲十国玩，但你千祈唔好用欧洲十国，冇欧洲嘅系欧洲，欧洲 ，OK， 欧 ，OK。牛牛嘅牛就牛 ，OK 啊，布鲁牛啦，牛断丝连啦，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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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OK， 咁呢个系牛 ，OK 牛连牛 ，OK 就千祈唔好读连牛啦 ，OK 牛就冇咗个 ng 啦 ，OK， 我亦都听到人啦，啊连咧，佢系读咗连嘅，咁就做 n 心咁啊。莲藕喎，咩叫莲藕咧？听唔明。OK， 记住系莲藕。OK，L 音跟住藕。OK， 咁呢个系藕。OK， 藕。OK， 啊，我藕咗。OK， 啊，我今日食咗啲嘢唔干净，咁我就藕咗。OK， 咁呢个就系藕，就唔系藕。OK， 藕。如果系藕嘅话咧，就系冇咗嘅 ng， 就系藕。OK， 我藕咗。OK， 啊，藕藕。OK， 呢个第二音，我亦都。打漏咗第五音、第二音，勾啊勾牛勾牛牛啊，唔系牛啊，系牛牛牛牛牛嚟。亚洲啦，亚洲电视啊，执咗漏嗰间系咪？亚洲系唔系亚洲系咪？千祈唔好读亚洲。OK， 咁你话啊亚城啱唔啱啊？其实错嘅系亚城。OK， 亚城系冇亚城。OK， 因为记住，我哋一定要有个啊。韵母 ，OK， 同埋声母先形成一个字。咁一般嚟讲咧，就系净系嗰个啊韵母去读一个字咧，系好少咁嘅字。而且如果系读咁嘅字，其实系唔系好正确嘅。喺语言学上，你系争紧啲嘢，即系争紧啲乜嘢咧？争紧一个啊音，你争紧音。好似英文里边，你净系得子音或者净系得母音嘅话，你系冇办法发到音。就算你夹 硬发音，都唔系一个字噶，你夹 硬嚟嘅啫。OK。OK， 咁你見到好多人 ，OK， 有喐啲事就嗌交，咁係錯噶嚇。喐啲事係嗌交，唔係嗌交。OK， 冇嗌交噶，係嗌交。OK， 明白嘛？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啊，一般人啊，尤其是香港人，因為我哋離開咗廣州咁耐啦，英國人統治我哋咁耐，好多時我哋個文化就會跟西方咁樣轉。OK， 咁可能喺啊夾雜咗英文同埋中文之間咧，我哋就會。啊，無形中我哋嘅廣東話咧係轉咗少少嘅口音 ，OK。但係我覺得無論你轉幾多口音都好，嘅第一樣嘢就係我哋一定要跟翻個文化上嘅定義，喺個啊語言上嘅定義啦，就係、是、一個字嘅音一定要有母音同埋子音，亦即係話一定要有韻母同埋聲母 ，OK。如果你冇咗個聲母，嗰、那個音唔應該成為一個字，嗰、那個只不過係一個音嚟嘅。OK， 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读欧啦 ，OK 系欧 ，OK 千祈唔好读牛啦，系牛 ，OK 千祈唔好读牛啦，系牛啊，唔系牛，唔系牛，系牛 ，OK 如此类推啦，咁你就尝试下将呢啲音咧系发翻晒出嚟 ，OK， 咁我而家咧再读多一次系正确嘅音吓，呢、这个系牙牙痛，呢、这个系雅优雅，呢、这个系银银河。呢、这个系崖，天涯何处无芳草？呢、这个系鸦，呢、这个系鸦片战争。呢、这个系危，危险地带。OK， 跟住呢个系外，嘅、okay? 外国嘅月亮是很圆的。OK， 呢个系昂，激昂，慷慨激昂，昂山素姬。呢、这个系眼，眼睛，眼镜。呢、这个系饿，我很肚饿。呢、这个系我。Okay， 我是一个人，我嘅呢、okay， 个系岳岳飞精忠报国岳 ，OK， 呢个系牛，牛头角
牛头角 ，OK 牛 ，OK 呢个系勾嘅勾，一个勾嘅勾，呢个系牛连牛，藕断丝连，呢个系牛呕吐物牛 ，OK 呢个系亚亚洲大陆亚，呢个系嗌，唔好再嗌交啦，我已经好烦啦，嗌 ，OK 咁今堂咧就教大家呢一个嘅啊懒音嘅练习，咁记住。逢是懒音点为之有懒音记得了我们香港人常错的。我回回去啊那个的这个音、啊、你很简单、啊、你只是找譬如啊你啊音是不是韵母啊音跟着你按搜索那你就会看到啦在个啊下面跟着你就找一个 NG 啦 NG OK 逢是 NG 这些字应该我们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错了譬如是丫鬟我们就会读丫鬟是错是丫鬟 OK 咁啊亚洲错我们是亚洲咁啊亚 OK 咁啊呢个是亚是不是咁我们说啊亚咗咯唔系是亚咗 OK 咁所以你见到呢个是亚咗 OK 咁呢个是、啊、第三声亚亚亚 OK 咁就是亚洲亚 OK 牙痛啊亚优雅啦牙 ，OK， 咁就呢个系牙啦 ，OK， 如此类推，咁你就一路咁样啊，跟住啦，系拼落去牙，又有啊，有咩系牙咧？我好似唔系好识啲字系牙，系第六音，但系佢有啲字喺度嘅，咁你可以跟翻呢、這个。咁同样道理咧，第二个字呢、這个系 I， 系咪 I？OK， 咁 I 一样啦。咁呢个系 I 嘅话咧，你就揾个 NG，NG。OK。你就可以抄 NG 给 NG 这里有了 I OK 是 I 是不是那其实埃及绕合就不是埃及是埃及 OK 如此类推那你可以抄回这一堆东西你就知道平时其实我们讲东西很多时候都会错的埃是不是埃曼纽不是埃曼纽 OK 是埃 OK 埃埃草 OK啊、天涯啦 ，OK， 就之前我哋讲过啦，天涯涯 ，OK， 呢个系嗌交啦，嗌 ，OK， 嗌嗌嗌啊，嗌系咪？嗌嗌埋啊，埃及啦，如此类推噶 ，OK， 咁你就会揾翻嗰个韵母，跟住你就揾个 NG， 咁你就知道哦，原来平时我哋好多香港人都错晒呢啲字噶 ，OK， 嗱、啊，譬如好似呢个系拗系咪？拗。OK， 沙田坳道系咪？咩拗咬咬系咪 ？OK， 咁咧咬断佢，你咬断佢唔系咬断佢，系咬断佢，如此类推咯。OK， 咁啊，今堂咧就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其中一个嘅啊懒音，记住我哋咧好多时就系唔记得咗呢个 NG 噶。OK， 咁有时你讲嘢讲得快都唔记得咗呢 NG 噶，咁跟住你听翻自己嘅录音嘅时候咧，话诶点解我讲咩啊？啊，講埋啲咁嘅懶音都可以講嘅，咁、okay， 記住啦，係啊，我有時都會講懶音噶，咁啊，記住唔係我係我 ，OK， 咁你多啲去練習，逢係呢啲字記得揾翻個韻母，跟住就抄曬呢啲 NG 有呢個韻母嘅字，咁就係背熟呢啲字嚇、啊，咬翻正啲嘅字，咁就形成咗我哋啊解決懶音嘅其中一個方法。OK， 咁今堂咧就係、是、教大家啦，就係、是。懒音的解决方法 OK 今堂就到此为止了希望大家多些去练习广东话 Thank you 拜拜我忘记了说 Adios